西雅图礼拜六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拿我们新家的钥匙，然后今天的话会稍微忙一点，因为要把一些小东西先搬过去，然后还有去买一些东西，然后今天也要带这只小胖子去洗澡，应该今天去洗澡啦，假如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等一下交钥匙的时候见吧。我们到新家了，这是我们的厨房，给你们稍微看一下，然后再给你们看客厅，客厅长这样子。然后那边是阳台，然后电视到时候放在这边，沙发会放在这边，然后这个厨房还有一个吧台，然后往后退这边就有个储藏室，我觉得储藏室有点小，就大概这样子而已。然后一楼也有一个厕所，给你看一下啦。然后这个是洗衣机，这个洗衣机没有像我们旧的那个家那么好。看到谁爬上去了？恭喜！喜不喜欢新家？喜不喜欢？这是我们的房间，然后那边是衣柜。我觉得房间有点小，对，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大的窗户，每天醒来看到阳光就觉得很好。那边是另外一个房间，但是我现在也来看我们的第二间厕所，然后有浴缸，我很期待浴缸，我真的很想要浴缸，我买一堆泡澡的球，可是旧家没有浴缸，所以我就不能泡澡。然后这是第二个房间，第二个房间有点小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当成书房，然后那个是可以放其他杂物的，对，就这样子。我们现在要来挂画，就先把这边挂一挂吧。我要先把这些画装到相框里面去。某位先生把挂画的东西买错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挂画。然后因为接近中午时间了，所以我们要先去吃中餐，因为我们从早上起床出门到现在都还没吃东西，所以先去吃东西。我们刚吃饱饭，然后回来家里拿一些东西，要去 IKEA 退，然后再去新家量一些东西。我现在人在 Target， 然后要重新买挂画的东西，应该是这个没错。然后我们有八幅画，再加四幅大的，所以是十二个，三一三三六，三三九，三十二 ，OK。我们现在正在量这个小空间，因为我们想要去 IKEA 买一些柜子，然后可以塞进去里面，所以之后可以放电锅啊什么的。因为、这次新的厨房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那个厨房的柜子比较小，就是分的比较小，然后我们东西又比较多。那下面的柜子的话，空间也没有到真的很大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增加那种收纳的空间，对。算
冲一下。上礼拜买，还是上上礼拜从 IKEA 买那个脚踏垫，放到我们的浴室啦。觉得跟那个柜子的颜色还蛮搭的。我们现在要离开新家去 IKEA 买东西，对，要买一些柜子回来装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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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现在刚买完，然后现在是西雅图的下午五点，快五点吧。对，现在西雅图的快五点，所以我们还想要再去 Costco 还有 Home Depot。然后我记得 Costco 是六点关，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可以过去。然后 Home Depot 的话，就是有点像台湾的 B&Q， 好像是叫 B&Q 吧，我有点忘记了。所以就是要买一些家里需要用的东西啊，已经在外面一整天了。晚点还要接 Buji 出来，让他走一走，因为他基本上今天已经在家里快一整天了，这样对他不好。现在要先回家把 Bushi 接出来，然后带他去玩，然后去吃晚餐，然后再回来新的 apartment 整理。Bushi， sit。Fetch。这只狗也玩好了，然后我们也把东西都从旧的家搬过来，所以现在新的家很乱。然后我们要先来这里吃晚餐，吃完晚餐再继续整理。
开始收东西，先把酒放好。到家了，然后现在是西雅图的11:18，所以等一下准备要去洗澡，然后熬夜读书，因为我礼拜一有一个期中考要考，然后明天就是专心读书。对，现在就只是想要把期中考用好。所以我们就明天见啦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西雅图的礼拜天。然后我今天的造型跟昨天差不多，是因为昨天晚上就是读书读到太晚，所以我也不太想要再就多花时间洗头，就打算今天晚上再来洗。对，所以我就决定不洗头，然后今天一样戴帽子。然后现在是下图的11点，我和我的朋友就是刚好是同班同学，然后也是一个 ABC， 所以中英文都会通，然后约好就是一起读书。虽然就是这个课很有趣，但是我大致上也都了解，可是当他用一些比较专有名词的时候，我就有点不知道应该用怎么样去解释它，然后它刚刚好就是中英文都会通，所以它刚好可以帮我做解释，然后可以让我比较了解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学校附近的一间星巴克跟他见面，然后一起读书，然后我们自己就是把该准备的题目都是先准备好了，然后答案也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，所以等一下就是要两个人一起讨论一下，然后怎么样的解答会是最好的。所以明天在考期中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比较知道怎么去写，然后可以不用写的那么多，然后答案又有抓到老师要的就是那个重点。I've been trying hard to keep my cool, but when you're near, there's nothing that I can do. When you're walking in, I know it's true. It doesn't even matter how hard I try, 'cause when I hear your voice, my walls come down. For you are the only thing I want.我现在在我们家的阳台，然后我刚到家，结果发现不是明天考试，是下个礼拜一考试，所以我顿时间就整个很放松。但是还好，也都把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好了，还有把不懂的东西找出来，所以明天要去跟老师见面，然后去讨论下一个整个礼拜的话，就等于可以专心的去读那些东西，然后跟
我的同学就是约好礼拜四、礼拜五要在一起读书一遍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在家里，然后等一下应该会出门一趟，带 Bushy 去公园，然后现在就是在家里享受这个下午，因为今天西雅图的天气很好，给你们看一下外面好了。你们看看这个蓝天，然后这个 City View， 然后你们看，这边，看这边就是西雅图的海景，就是有些小片黑，这样子看就是有点小，可是其实实际上蛮大的。这波哎，就是小胖子。出门遛狗 ，Bushy let's go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是西雅图晚上的9:23，然后我对你们大家很不好意思，我带 Bushy 出门之后，然后跟我朋友聊天，然后聊到太开心，所以我就后面都没有录到音，可是基本上就是遛狗走来走去，然后聊天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对，所以。这就是我这个 weekend 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，然后知道我明天不用考试，我整个就是真的很放松，因为我还有一个礼拜可以读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。对，所以这就是我这个周末。他发疯了。OK，Anyway， 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周末，就在这边跟你们告一段落，然后下一支 Weekend Vlog 或者是下一支影片见啦。那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给我一个喜欢，还有分享我的影片给你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